哦，嗰啲颁奖进行嘅时候咧，啲马已经拖紧出嚟，千四米，好多马赢过佢，一二三五八九十，一二三五八九十，一只赢过佢一只。隔晚大热门鸿运帝王潘顿，潘顿真系，我谂佢嘅心情有啲唔多好啊，真系啊！跑唔到只马应该跑嘅啲机遇，啲人哋都唔行啊，你出得。出罩又醒神咁啊！人哋都唔去啊，唯有自己放，系争少少气力。幼仔潘顿十档千四米，二号中华圣景赢过本路程。上次咧就第八，前次第五。一号鸿运帝王咧就系191142咁，即系十六次赛绩有三个第一。二号仔中华圣景隔晚都五倍啊，都好好多飞嘅。一号同二号飞差唔多。三号美好世界霍宏星，三号都赢过本路程嘅。三号嘅赛绩就系13221，上一次唔好啫，前两次、前三次都好221。就三号叫美好世界。但上次邊個騎嘅潘明輝騎五倍跑跑十三，四號咧就係、是、曾友，曾友又係上次跑十三，前次第五，反而多飛喎呢只曾友，因為大文高嘛，因為啊，其實三號同佢咪差唔多，十三二，四號就十三五。四号曾友就本路程跑个三次上唔到名添，我换咗个大文高。四号曾友五六次赛绩有两个第一，两个第五，即系一系有一系冇。五号仔喜旺区好多人贴佢呢只马，喜旺区田泰安十一档。五号仔咧就上次第七，前次第十，本路程赢过嘅，但系近绩就普通，第七、第十。行呢次呢只第六啊，呢只六号仔奇次斗士夹晚七倍喎，点解咁热咧？奇次斗士上次十四，前次五，哇！真系唔知点解啊，呢场啲飞。奇次斗士咁熱門嘅何澤耀，上次田泰安四十二倍跑十四，奇次斗士六號咁犀利嘅一隻馬，好多飛喎一隻馬。六號七號仔平常心，隔晚二十倍，而家三十倍。七號就上次第八，前次第七，啱啦呢啲位置，你即係呢啲賠率咪啱啦，係咪？即係跑得後嗰啲就冷啲。一騎次鬥士上次十四，前次第五，再前次十三啊！因為自己團隊好有信心，因為就有過關飛嗰只咩營造創科過落嚟，何澤耀嘅馬。八號仔烈風，烈風幾好啊！近期幾好啊！有一個第一，一個第二，巴道後追添啊！嗰次喺沙田，我幾勁啊！真係烈風。红色衫，烈风系赢过本路程，上次成绩亦都好。上次成绩好嘅咧就系一号八号，即系一只鸿运帝王同埋只八号烈风。九号咧就系欢欣福星，上次第七，前次十三，即系三十几倍，呢个啱啦，呢个飞数啱啦，呢个。十号彩虹千里咧就几好近绩嘅，四二四咁样啊！十号啊，十号彩虹千里咧就黄色衫嘅，九号呢个叫班德里啊，班德里欢欣福星，十号咧黄色衫有粒闪电嘅呢个啊，俾个黎海荣骑呢只马几好啊，八倍，上次第四，前次第二，
再前至第四咁樣，即係喺邊線入個 Q 彩虹千里。上次梁家俊跑第四，而家梁家俊去咗邊度？梁家俊冇份喎呢場十號。好啦，我要一號六號，我要即係潘頓何澤耀。只六號真係唔知點解咁多飛啦，六號仔，六號仔上次四十幾倍噶嘛，跑第十四噶嘛，真係初跑此情係啦，初跑此情千四。上次咧就跑緊棋子鬥士，跑緊，哇唔係啊嘛，跑二千喎真係，即係專登跑個唔適合嘅路程。再前次睇下先。九場旗幟鬥士，前一次就千八，上一次咧就二千，哇！再前一次就千六，而家跑一個好短程嘅真係，唔知係咪真係呢個先得咧？咁多飛，好要一號六號，唔知得唔得㗎？呢啲真係咁嘅安排都有嘅，次次都冇飛，係呢次有飛。五号咧就系、是、叫做喜旺区，喜旺区系田泰安嘅五号仔咧，上次第七，前次第十，又系单位数字。近绩成绩好嘅咧就其实系一号、三号都几好，三号有一个十三，又两次第二咁样。十号都几好，十号呢个叫做彩虹千里，一个第四，一个第二，一个第四，但系换咗人，换咗去黎海荣嗰度。118步，上次梁家俊跑 Jenny 姐是揀6號，她又揀得突然間很多飛那些，她揀6號。有潘頓在那裡笑，笑什麼呢？就笑就是說我真的慘，不關我事，初跑此情，那隻浪漫勇士最厲害跑2000嘛，她今次跑2400。三号啦，呢只美好世界，呢只美好世界都几好嘅。今次配边个？美好世界配霍云星。上次潘明辉跑13嘅，好多人拣六号啊，我都拣六号啊。点解？即系无辜估咁多飞啊嘛，因为 Michael 要一号、五号、六号、十号啊，彩虹千里黎海荣系啦，呢啲马都几好。因为十号上次跑第四啊嘛。上次成績好是1號、8號烈風8號有12倍，女仔呢就要1號、6號、5號。現在看到2號仔這個報文，報文勝啊，報文贏這個浪漫勇士少少後上啊，但他確實是贏過的，贏過2400嘛，他是確實贏過的。啊！何澤耀啊，呢、這個唔係呢個叫黎海榮啊，呢、這個十號黃色衫有個閃電，換人噶呢、這個換人噶。六號仔旗幟鬥士，11號桃花城夜八倍蔡明少，唔知啦。唉，如果真係都係實力馬跑出嚟嘅，一號幾好？一號因為191142啊嘛，三個第一。旗幟鬥士全部馬匹準備妥當，九場賽事二班千四，第二是一。好，你一跳出嚟嘅時候啊，咁前面快閘嘅馬咧，見到中間位置桃花城喎，中檔平常心喎，出邊仲有隻美好世界啊，內欄黃衫彩虹千里咧，跟住個第四、第五位係烈風啊。咁至於後邊嗰六隻馬啦，紅運帝王咁啊，響外邊啦，藍衫藍帽嘅，咁啊再內欄位置係中華盛景啦，後多層啦，有旗幟鬥士歡欣福星，曾友響尾二啊，暫時殿後係嗰匹喜旺區嚟噶。轉香港睇下鶴苑灣啊，放頭嘅嘛，係嗰只美好世界啊，跟住第二位就桃花城啦，內欄第三啊平常心啦，攞咗出去出邊喎，彩虹千里啊第四位，第五位就烈風啊，第六位就中華盛景啦，再後邊元蘭推進咗少少，橙衫係旗幟鬥士啊，後邊嗰四隻馬啦，紅運帝王、曾友內欄尾三啊，後邊兩隻歡欣福星同埋黃衫黃帽嗰只咧就喜旺區咧搏入邊喎。好啦，咁啊轉彎入直路啦，前面咧就美好世界佔先嘅，桃花城開始上嚟過佢噶啦，外邊位置仲有
彩虹千里啦，出边系烈风啦，入边仲有平常心啦，外边追嘅马咧有中华胜景，最出系鸿运帝王同埋喜旺区啊，最后二百零米啦，桃花胜仲有优势，中间位置系烈风啊，摄入边追有争有，中间上嚟中华胜景，外边鸿运帝王，大外档系喜旺区，最后一百米鸿运帝王响中档已经透出，赢紧呢场赛事啊，跑第二名噶嘛，中间位置系烈风，外边追上嚟。喜旺区两匹马要影相啊！至于涉入边追嗰只曾友咧，应该系跑第四啊！今场赛事呢只鸿运帝王都认真厉害啊，不断进步，135磅外档都一样轻松照赢啊！一号嘅鸿运帝王啊，潘顿3.4倍赢咗噶啦，咁啊马房 Q 啊，打翻八号嘅烈风啊，巴道啊，第三四名好近嘅，出边喜旺一号、八号啊，两只上次入位置个得两只嘅啫。一号八号咁就包咗二重彩咯，一号八号五号啊，一号五号八号定一号八号五号啊？我觉得只豹仔好似只烈风好似优势啲啫，近积马着数啊呢只，嗱呢只咪潘顿咯呢只，喺对面上山直路嗰阵时扯到头恶恶嘅真系，蓝色三只叫美好世界。唔使望啦，去啦嘛，唔使睇嘅，人哋睇喺后边跟你，人哋睇到你噶嘛，识避噶嘛，系咪？潘顿而家呢只马喺度啊，你睇扯到额头啊，扯到唔好啊，即系佢啲咁样嘅做方法。浪漫勇士佢又唔敢咁喐啊，人哋啲马咁好啊嘛，你咁样扯佢真唔好睇啊嘛，你睇到晒，知你手力大，但系咁样骑马唔靓样啊嘛。咁佢而家喺外碟三四碟嘅真系，第六七位转正直路嘅，好啦，而家前面嗰啲都冇份嘅呢啲冇份嘅呢啲，即系美好世界啊嗰啲咧，好啦，黄色有闪电嗰个黎海荣啦，黎海荣喺依度，咁啊潘顿而家冲上嚟呢只中华正景啊呢只，潘顿就系睇潘顿冲上嚟啦，一路冲。只十一号桃花胜在前边，但系俾后边啲杂马全部入冚上嚟。一号、八号喺里边，烈风、巴道系啊，烈风有 Q。一号、八号啊，你睇下几威啊！长长有喺度啊，差不多佢真系今日收钱收到手软啦，真系。系啦，一号八号啊嘛，1854。